唤起外界重视海洋废弃物议题。香港一位赵龙舟师傅胡子康和蓝屿环保人士阿文去年组队挑战划绿洲闯蓝屿，结果因为浪大翻船，绿洲损坏。今年他们再次卷浪重来，七号一早先从台东糖厂吊在绿洲，前往之后要下水的屏东满洲乡加乐水海岸。都是平常的心情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为阿文求粉多一点，帮忙他去建起来，把教育中心好好的建起来。谢谢各位就帮忙，在路上看到我的船的时候啊，叫我们加油，谢谢你们。为了重启行动，来自香港的滑手们最近都在台东金樽海域练习，强化实战经验。我们之前如果在香港就应该提前大概半年到三个月，然后大概两个月前就开始挖长途的那个训练。有点期待也有点担忧吧，就希望天气会不要太坏。如果能唤醒就是台湾或者是世界的民众就关于海洋污染啊或者是环保这些话题的那个关注就更好了。为了延续去年未完成的使命，阿康仔细检查绿洲上吊车的步骤，接下来将迎接九号出航的大日子。虽然他说自己抱持着平常心看待这次出航，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整个行动，因此希望民众要是看到他们的绿洲，能够给予加油鼓励。原视新闻比亚台东市采访报道。